走入台湾滨海深山的偏乡，我们看到许多面临贫穷、单亲与隔代教养的孩子，小学还没毕业已经放弃学业，刚上国中便已经放弃自己的未来。他们往往需要的是陪伴、关怀及知识和对未来的信心。请你和我们一起轻声朗读，传递爱，用爱陪伴他们传递学习与成长的力量。